其实我不知道有这个环节啊，不好意思啊，就是简而言之，就是这个第一是我们所有小礼物跟我们所有老师家的粉丝共同争取而来的啊，我希望这是一个值得让我们开心的时候啊，值得让我们开心的时刻，我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啊，可以感动，但是不要太过于，就是不要流太多眼泪了，不然明天早上睡醒眼睛是肿的，不好看啊。好，那么希望我们所有的小礼物都能够开心，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师都能够越来越好啊，希望我们礼也能够越来越好，再创辉煌。OK， 麦帅。啊、我下去了，嗨，我应该给你放个伴奏的，嗨，对不起，对不起。那我要下去了是吗？说完可以下去了。